中国の言葉によりピングイシェンスと言うんだ。俺たちのこの勝利にちょうどいいんだ。帝国の帝鉄が吉林山を踏破させろ。はい、中佐閣下。吉林山は一本の八郎軍の陸戦隊がすごいと。聞いた。本因陸戦隊だ。今回は本因の翼を追ってやる。行け、中佐歩め。杨口へ戻れ。这种马刀非常锋利，尺寸是按照每个战士量身定做的，非常适合于骑兵作战。菊二公是这方面的高手。这个九耳公骑兵中队到了祁连山之后，短短不到两月的时间，打下了我们将近一个营，而他自己几乎是毫发无。我考虑过这些，但是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听什么？我们对这个九耳公知之甚少，现在就潜入，太冒失了。安全起见，还是先让杨口镇的同志继续搜集搜集情报，到时候我们再决定。团长，风险虽然很大，但是我们毕竟在暗处，人员少，灵活机动，
乔装改扮不容易被发现的。都进来吧，那偷听不累呀。都进来。团长，团长。团长，您就放心吧，我们红鹰你还不知道吗？108变，什么事儿都能干。哼，好你个方向，看来你们这是有备而来啊。不过我可告诉你们，你们只有2天的准备时间。团长，这么说您是答应了？我还能拦得住你吗？啊，这又不是第一次了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我告诉你方向，你们这次红鹰行动的目的，就是要解决九耳宫这支骑兵队伍。通知你，敌强我弱，任务艰巨。请团长放心，红鹰突击队绝不辜负组织的信任。马上准备。是。哎，羊口镇的老少爷们们，你们往这儿看了啊！天也不早了，人也不少了。俗话说得好，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。我们兄弟二人来羊口镇就是为了讨口饭吃，活好不好您说了算。三老四少，有钱的给我捧个钱场，没钱的您给我捧个人场，看我哥哥给你耍一路青龙偃月刀。
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这这这！嘿，开来！嘿！班主，你的好手艺，怎么不去舞台上参加比试？我们哥俩来这羊口镇，就是混口饭吃，哎，不敢上台献丑。班主，过谦了，可否到我的驻地做客？准备参加三日后的驻节会。能给太君表演，那是我们的荣幸啊，哥。就是这个，你要多少，我加倍给。哎，哎，谢太君，谢太君。哎，刚才的事情，希望没有影响到大家。三日后，大家来观看我的祝捷会。你们的表演都非常精彩，统统的都要参加我的驻节会表演，请到我的驻地里来进行准备。秋冬季我辞了的一个，嗨。芸人を全部騎兵駐屯地に連れて行くのがちょっと。駐屯地に抑えて、いいじゃないか。閣下、その意味は、あいつらを全部捕まえますか。目線が長めにしろ。目的は、八郎軍全部消滅するのだ。駐屯地に入ると厳しく監視しろ。はい。看来上次鬼子骑兵几次扫荡后果严重。导致我们给大部队转移储备的粮食运不出去。蛟龙镇的同志是想告诉我们，麒麟山的五十车粮食一定要运出去，要么拖住鬼子骑兵队，给他们争取时间。团长是让我们有点行动了。队长，咱们这次进来就藏一些防身的武器。整大动静恐怕。猴子，小心点。放心吧。
中佐閣下、入ってきた芸人たちは今異常な行動がない。監視を続け、馬の介護を中止しろ。はい。从杨口镇同志汇报的情况看，红英他们已经接受了协助月亮的任务，但是想拖住日军，谈何容易啊！看来这又是个新情况，他们毫无准备啊！红英他们缺乏武器装备，又没有支援，本来让他们去消灭鬼子的骑兵，就是相当困难的事了，现在又给他们增添了这样一个难题。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有办法的。老高啊，上级命令是在三天内务必让咱们把粮食从麒麟山运到三河，以保证那里主力部队的供给。好，这样按照原计划你去安排月亮方案。好，我去办。小子非得吓人一跳。都说巡逻兵走上面最安全，怎么样，方位都搞清楚了？搞清楚了。把图画出来。好。哎，要不我们来干什么？没有长官的命令，谁也不能出去。哥哥，どうした？戦勝会のものを買いたいと。戦勝会は重要だ。行ってもいい？はい。
老板啊，有什么需要？老板啊，我是个练杂耍的，这前两天练功把腰给扭了，你看，这疼得要命。我寻思着想配点药酒，不知道您这儿有虎骨卖吗？哼，您是太有福气了，这不小店已经断货好久了，昨天刚进了一点，还没入库呢。那太好了，老板。来来，您跟我来，喜子，哎，照应一下。好嘞，来这边。来，坐着说。怎么样，剂量够用吗？嗯，这种稀释泻药功效很强，5到6个小时开始作用，至少持续2天。太好了。
那我们今晚就行动。嗯。队长，你说的没错，一出门就尾巴跟着。队长，老婆啊，没暴露吧？没有，甩他们干什么？队长，交通站的刘同志详细的给咱们介绍了整个计划的步骤。上级命令咱们，务必在3日之内把50车粮食从麒麟山运到三河，明天就开始运粮。队长，咱们得想办法阻止九耳宫的骑兵部队，让他不能快速反应，来切断咱们的运粮路线。这样我们才能保证三河主力部队的粮食供给。上级指示，拖住九耳宫也是整个计划的重中之重，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的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。好，同志们，我们今晚就行动。如果这个九耳宫……哎呦，您这么有空，快听听，快听听！来来来来来，别动了，别动了，别动了！来客了，来客了，来客了！各位，我那匹马是单独看护的。队长，这个九耳宫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？晚上按计划执行，大家各自准备。记住，吃饭的时候不能忘刀，不能因小失大。是。非凡，一定热闹，一定热闹！太君您太客气了，我们一定加倍努力，加倍努力。
雷，继续和解。放小鬼子！王老师，队长，你说他们为什么直接下手？曲老公自视清高，他的目标是整个麒麟山，不仅仅是我们几个。到目前为止，他也只是怀疑，并不能确定我们就是八路军。来，连长，连长，连长，小鬼子他们已经追上来了。好，来得好，按原计划加快速度，同志们，快快快快！大日本皇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，为了你们的幸福，建立大日本东亚共荣圈。为了这个目的，我们大日本皇军牺牲了很多勇士。今天，让我们军民同乐，共同感恩天皇陛下。報告、電報によると、
多くの村から食料の車が吉林省から運び出す。かか、多くの食料車が吉林省から運び出す。義兵隊を集合、迎撃しろ。はい、行け。馬が立てなくて下痢をしている。何だと。バカ。Thank you.
队长能脱身吧？等着，也只能等着了。谢谢你帮了我们，我是方向，他们都是我的朋友。我叫王水根，别人都叫我傻大个。看你也不傻呀，装的吧？俊泽哥哥。捕まったやつ一言も言わないんだ。バカバカ、きっと何とか言わせろ。はい、待て。本因の一員だったら仲間はきっと戻ってくる。警戒強めろ。はい。你为什么要帮我们？我想报仇。我老家是农村的，家里闹了鬼子，老婆和孩子都让日本人给害了。我想打鬼子。嗯，对我脾气，有仇不报那就不叫老爷们儿。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，我想跟你们一样，你们要是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就来找我啊。大哥，有办法帮我们弄进城里吗？你们还要回去啊？当然回去。行。藏好的补给够用吗？够用，足够给鬼子炸飞的。嗯，在这儿找到合适的地形，布置好机关，尽量少用火药。在这儿，不是在城里吗？放心吧，听我的。林妹，带上你东西。明白。大哥，我们怎么进去？你们在这儿等我，夜里等我口哨，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啊。我先回去了。队长，这家伙靠得住吗？对我脾气，我看靠得住。玉，两只都运出去了，全都运走了。哎，红鹰这次啊，真的拖住鬼子了，太好了。哎，哎呀，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。哎呀，我担心，我真为他们担心。哎呀，你就放。
心吧，我相信红英他们一定会安全回来的。会的，会的，一定会安全回来的。买好了，哎，队长呢？在那边呢。队长让你留在这里等我们回来。啊？不带我去啊？那鬼子骑兵营里的情况我最了解了。你部的机关你不在怎么行啊？哎，老何可以留下来啊。哎，我踹你啊！在外面接应一样重要。快走吧，抓紧时间。咱们从哪条路进去？这大路进去啊。大路进去。啊。再说了，我穿着这个，这小鬼子也不怀疑，不是？这如果要是能报仇啊，别说穿这个了，就是吃大粪都成。大哥，哎，这次帮了咱们大忙，谢谢啊！谢啥呀？你们是打鬼子，我佩服你们才对呀！不多说了，我们要去骑营了，后会有期。啊，那你们小心啊，小心，后会有期。好，走吧，走。第二套方案。
知っていけ。はい。可以走了吧？歇会儿吧。哎，大勇怎么样了？子弹取出来了，血也止住了。他刚刚睡着，需要多休息。哎，队长，那个九耳宫的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那天，話すな。馬を引いてこい。
<笑>那这个九耳公啊，肯定是要气死了。九耳公爱马，是他的弱点，所以才头脑发热，中了咱们的圈套，让你小子来雷震，没有白忙活。<笑>我们这次啊，是配合粮食转移，也拖住了鬼子骑兵的时间，现在上级命令我们要拔掉九耳公这个钉子。狗哭之心，还不知。八七六公啊，马克雷空的，我可能有个。 君の感情はかなりもだ。お前。九耳公是个非常自负的人，咱们这次动了他的马，对他来说是个奇耻大辱，他一定会采取报复行动。所以咱们要提前动手，端掉他的骑兵。上次的任务我有受伤，我们已经暴露，想在羊口镇硬碰硬一定是不行的。加上九耳公一定会加强戒备，现在连进入羊口镇都是个问题。对呀。 等他们把马移好了，出了镇横冲直撞的，我们怎么下手呢？打，就要在羊口镇外打。这儿的地形有利于削弱鬼子骑兵的优势。我们要在这做个口袋，把鬼子骑兵装进去，然后再收紧。你们看，这条通往山谷的路，道路狭窄，一边是峭壁。 这个计划带劲儿啊，就是不知道这鬼子会不会上钩呢。来，大英，恢复怎么样了？我没事了。队长，这次行动我要去。你就别去了吧。你放心，队长，我肯定不拖后腿。大英。 我知道你的心情，但是这次你还是别去了吧。我们要在快速移动中消灭鬼子。我行了，你还怕没仗打？先好好养伤吧。啊。我们的表姐はどうなった？ 各搞，阿斗夫斯卡森就你斯卡尔。よし。今回、吉林山の八六軍全体移送する。はい。猴子，这次你的任务很重，我们要在山路上抓紧口袋，让鬼子骑兵必须要进入你布好雷阵的山谷里面，否则前功尽弃。放心吧。 老何，嗯，你的步枪射击距离多少？500-500米吧。目标700米能行吗？那得看当天的风速，还有子弹打磨的情况。理论上应该没问题。我们只有一匹马，是给你准备的，但是我们的马跑不过鬼子的骑兵，你要负责把鬼子骑兵引入不归路，所以尽量远的射击距离能够对你形成保障。 这个我明白，队长，咱们团里就一匹马，团长能答应吗？团长，那里我去啊。哎，姐，那你也顺便帮我要点炸药呗。炸药你自己要去。哎，这次行动，我们还需要一个人帮助。谁啊？傻大哥。他。
你们上次打的可真漂亮啊！那是当然了，这次啊更精彩，我们要端掉鬼子的骑兵营。哎，是真的？这事儿能骗你吗？不过这次我们需要你的帮助。我咋帮你啊？怎么，有困难吗？那倒不是，你们要真把骑兵营给端了，那我的仇也算是报了。好，来。我要把炸弹装到那车里面去。好。明天早上，你把车拉到镇口鬼子设卡的地方去，然后转身就往林子里跑。记住，有多快跑多快，千万别回头。好。哎，我说，你可真有两下子。我们突击队啊，都有两下子，我这不算什么。我能参加不？等你有了两下子，也能参加突击队。哎，你明天拉车之前啊，再把这个铁球放在箱子外面。好，好。记住，最好一次性放好，要不然我们麻烦就大了。明白。尽量慢一点，不要太颠簸了。好，知道了。全看你的了。好嘞。バカ、封印、部隊集合。はい。